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珍爱生命，关注健康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。有人说啊，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之中，但我想这个平淡未必就是没有色彩没有味道，也许它意味着诸如乐观、勇敢、真诚、坚持等人生需要的种种，并不会时时刻刻凸显出来让人瞩目，而是化为生活常态，散落于现实琐碎，隐藏在平凡之中的。就像今天节目的三位主人公，他们的经历您要是仔细去琢磨，必能品出丰富滋味，悟出深刻的道理。您不行，可以问问老五，你也过来说说。索引，2012年已经90岁高龄，每天下午的整点新闻时间，都会守在电视机前，边看边用小本认真地做着记录，然后再讲给身后的丈夫听。这个今天晚上的新闻呢？在美国啊，有一个州呢发现了这个 N2。哎呦，禽流感！但是那种禽 N2 的那个 H2N2 那禽流感呢？对人不传染倒是。索引的丈夫秦寒章，2012年已经105岁。早年留学欧洲，曾被周恩来总理委任为食品工业部参事，一直致力于食品工业研究，被誉为九界泰斗。而索引曾在海外攻读营养学，是中国营养保健界的专家，直到72岁才退休。我在招龙，他给我讲，等于我个儿都有听见了。我尽量的记吧，尽量的让他知道一些个全世界的动态吧。除了在家读报纸讲新闻，每逢天气好，老两口还会相互搀扶着到楼下散步遛弯儿。太阳在欢迎我们，太阳高照，神经再好。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，老两口俨然就是一道风景，不仅是因为年岁最大，他们俩的身体状态更是令人很羡慕。行，我可以走11楼，这个楼没有关系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走，他也到不了，我也到不了，两个人。秦寒章，索引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秦寒章和索引相识于1975年，那时他们一个68岁，一个53岁，都有过丧偶的痛苦经历。这本30多年前的相册，记录了当年两个人之间一段缘分的开始。你这个给我写的诗《浪淘沙》，对影有感，流光如箭，音寻不绝韶华幻，到现今方爱法满迟满神满，晏殊来的心头暖，英知长短，万步前进听计算，没奈何望水远天远人远。1975年2月2号于宜春。1975年，秦寒章和索引分隔两地，只能靠书信往来。翻开这本相册，几乎在每一页旁边都有着秦寒章的亲笔题字。鸿雁传书一年后，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我们啊，这三个人很简单，几个熟人，孩子们家里的亲戚熟人，在这个饭店吃一顿饭就少了。
没有别的医生，没有长的。此后的几十年，两个人延续着当年的简单朴素。2012年，他们结婚38周年，秦寒章执意要补送一个结婚戒指给90岁的索引。我给钱你去嘛，给他钱，有姐姐有弟弟钱，拿一个戒指作为他90岁生日，在哪来这个钱？不买。收下以后我就想着，明年过他过106岁的时候，我拿这给他，办酒席吧，办一桌丰盛的菜吧，来过庆祝生日吧。秦寒章的生活现在都是由索引照顾，每天下午3点，她都会特意为丈夫榨一杯新鲜的橙汁。喝果汁。哦。喝吧。哦。你要怎么喝、哎？你喝吧。哦。奶奶奶，索家。好。喝了。他们不喜欢人，还加点开水，冲温了给我喝，每天一杯，到夜来没有忘记，天天一杯。而秦寒章30多年前为爱人写诗写词的习惯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八岁也在八五了，八岁文翁。体恶康，谁家太小老帮忙，照相无包围去少，谁呀造了好心脏。虽然生活中处处依靠妻子照顾，但每次下楼，105岁的秦寒章都要在索引前面走。走到哪儿看见台阶了，他跟老太太说这有台阶，下楼是他先下，让老太太跟在他后头。他就是说我在前头，如果摔了的话呢，我给你当垫背的。因为听力不大好，秦寒章讲话嗓门比较大，索引总是会开着玩笑提醒他。两位老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可爱的一面。他讲究完一声一高，我听了也高兴，所以他不高兴骂我，我听了也高兴，你骂好好好。我觉得总应该有一方要宽容，你不宽容呢，就永远解不开口，是吧？如果你多看对方的好处，多看对方的优点，多看他对你的这个感情，哎，自然就容易化解了。他批评我不好，我倒是高兴啊。孔夫子讲够了，分够则息，这个不是一样？为什么我不高兴啊？啊，为什么我不高兴啊？因为我又宠我。婚后的一张照片旁边，秦寒章写过一句话，仿佛就是对他们婚姻生活的总结。相依为命是大事项，不容易。下面还有一句，相依为命大事项，中国功苦一直强，还要中国功苦。秦寒章和索引至今仍住在几十年前最初的老房子里，家具大多是上世纪70-80年代的，没有高科技的家电，没有装修的痕迹，甚至连地面都还是当年那种用水泥磨成的。习惯了，我习惯了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，我习惯了。另外也觉得这不挺好的吗，老师，这不挺好的吗，所以满足于现状，倒是并不是想搞得怎么漂亮。
其实子女们也曾多次提出帮两位老人重新装修，或是换到一处大房子，但都遭到了拒绝。跟我说，钱是你的，但是这个资源是社会的，啊，你没有权利去浪费。够了，我们俩三个人有三个孩子，孩子各有各的孩子，孩子也有工作，所以我们够了。几十年前的老家具、老房子，老两口却住得很舒服，生活简单朴素，却又浸润着真挚的情感。我在陈家湾当看完，我要穿这个，陈家要穿得漂亮，我说我这样子穿再漂亮、再合身、再舒服，三十多年，他亲自给我买的。我穿的温柔、时髦、还深，等于他在我旁边一样。我怎么，你个真好，还深啊！秦汉章对书法情有独钟，每天坚持写毛笔字，上下午要各写一篇，铺纸、研墨，全部亲力亲为。我五岁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的爸爸他叫我下字，五岁开始下字下毛笔字，爷爷1805，我下了一百年。一个习惯坚持了100年，听上去不可思议的事儿，在眼前这位老人身上却是事实。而每次写的满意的作品，秦汉章还会把它挂在小客厅的门上当作发表，而如果遇到拿不准的字儿，秦汉章都会像小学生一样来请教老伴儿。我想不起来，我就问他，他是我的老师，这个字怎么想，他就告诉我怎么想。他总是过来，我请教你，老师，我请教你，然后还冲我谢谢。在客厅一角的玻璃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娃娃，这是索影最大的爱好，满满一柜子的宝贝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这是有名的，这是比利时，这小孩尿撒尿，他这个一泡尿免去了一场大火。这个你看好玩不好玩，这是南非的，我起的名字就叫娃娃联合国。所以我有时候闷了，我就跑这屋来了，就站在这柜子旁边看，有时候我一人能看半天。而除了组建自己的娃娃联合国，90岁的索影对当下的时髦事物也很感兴趣。你好玩，你好玩。打那个 Skype 那个越洋电话，可以看见那个人对人那种越洋电话，学着都学啊，挺不容易，也知道 email 啊，也学着写。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还是可以促进这个增长知识，另外的话呢，也容易跟青年人交流。秦汉章至今还经常会参与有关食品酿造的讲座，而他们所在的社区街道有个老年餐桌办得红红火火，索影是这里最初的创始人和营养顾问。在我这一生当中啊，我老觉得我不能白活着。所谓白活着是什么意思？只知道消耗啊，而应该回报。我跟他都记得吃诸葛亮的话，工作的人要做工心人，事而后已。经历过坎坷，创造过辉煌，如今互相搀扶的他们平静而淡然。秦汉章和索影的生活，简单中透着淳朴，真实中蕴含着丰富。对比那些务虚浩大的浮华，急功近利的追逐，靠物质维系的感情，显得是那么的珍贵。
因为很多生理心理的健康问题，谁能说与我们浮躁的内心没有关系呢？希望这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所思，有所获。好了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。情侣百岁相依为命，健康生活平淡是真。急性抗癌自食不惑，奋勇向前，积极理性。钢琴调律无关视力，用心感受笑对人生。中华医药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正在播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。如果您在北京街头碰上胡建，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。他的车轮很小，却能从容轻巧地超越别人。他骑起车来有点像运动员的架势。这一天我们就一路跟着他到达了目的地，他的工作单位。对，我基本上是每天都骑车，过来要24公里，往返48，单程的话要路上要花70分钟吧。换过衣服，胡建是一个标准的上班族。2012年，他43岁，骑自行车上下班已经6年。我几乎就很少看见他那个不骑自行车，他每天都是骑自行车的。像他一般刮风下雨都会骑。对。佩服的，每天骑车那么长时间，1个多小时上班，然后下班也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坚持就是一种，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。而胡建每年还要在固定的时间骑车去另一个地方，为的是接受特殊的检查。咱做个腹部检查啊。这手术多长时间？10年。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胸部？没有。胡建胸前有一道很长的伤口，这正是他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检查的原因。而现在里头还有钢丝在里头打着呢，因为这是开胸的，直接把那个胸骨锯开，取的肿瘤是8×10厘米，一个拳头大，相当大的这个。10年前，胡建曾经是一位恶性淋巴肿瘤患者，做手术的时候他才33岁，刚刚结婚4个月。他是属于核奇经淋巴瘤里面的一个偏晚期，3到4期。所以说像这类的疾病呢，常常可能会表现出来病情发展比较快。我们打化疗下去它不反应，然后病情呢还要再进展，接受第一个是男子，二一个呢我们就是怕他的就是在治疗好了以后呢他很快再复发。那病房里头也有那个就都来好几次了，就是说每次做完了就会说已经没了，就又复发了，有一复发3次的。然后到后来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，那复发第4次，说治不了了。胡建术后病情一直稳定，能坚持骑车上下班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其实他家也有一辆汽车，但平时都是妻子使用。啊，下雪啊什么的，他都坚持骑车，不让我送他，不让开车，他愿意骑车过去。这样上班他觉得这样比较习惯。只要不是上班的时候下雨都没问题，因为刮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，就当我开玩笑当练爬坡了。出行都想图个舒适，可胡建连刮风下雨都不坐车，好像是跟自己过不去。多年的骑行中他遭遇过很多危险，甚至还被汽车撞飞过，但他依然不改初衷。妻子说这就是他，一个坚持近乎固执的人。他也是，他比较坚持自己的主意，也是没有办法。对他放弃还真没想过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可以找理由放弃的程度。胡建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胡建得病之前一直在 IT 领域工作，正处于为事业奋力拼搏、为家庭挑起大梁的年龄，而疾病的突袭不禁让人担心未来。担心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说他以后还能不能工作？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啊，
它变化很大，就很快。如果说你有一两年不在这个领域工作，你可能以后再想出来工作就很困难。于是出院后仅在家休养了三个月，胡健就开始找工作。而一个还在化疗的肿瘤患者找工作谈何容易。说实话不顺利，因为对于我的工作经历大部分单位都是认可的，但是我后来都会很坦率的跟他们说我有这么一个病，而且我现在的这个治疗可能是还没结束或者是刚刚结束。很多公司一听到这种情况都不太敢接受了。我们个人当时都考虑不行，咱们在家做 SOHO， 咱在家里找活干，咱在家您主要也可以休息，今天时间上自己可以掌控嘛。也这么劝他了，但是他愿意出去。或许重新工作的意义对于胡健来说恐怕不仅仅是赚钱养家这么简单。即便身体好不好，我认为这个也不是休息的时候，迟早还是要面对社会。半年后胡健终于找到了工作，而没多久他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，就是骑车上下班。骑车相比于坐车或者是开车，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的时间可控，这一点上可能是其他交通工具比不了。骑车的时候其实动机就是解决交通问题，后来呢发现是一种提高体能的一个方式。他当时供职的公司离家有22公里，骑自行车往来绝不是件轻松事儿。一开始呢就是可能骑一天歇一天，或者是骑两天歇两天，慢慢的这种歇的天数就越来越少了，大概半年以后就基本上都是天天骑了。后来胡健换了工作，离家更远，往返需要48公里，他还是雷打不动的骑，不仅没像家人担心的那样病情复发，反而体力超人，越骑越快。像这个车我称之为小黑吧，这个车因为它相对轮径比较小，所以它在走同样一段路的时候蹬的这个圈数会比较多。像我平常上班的时候的速度折算下来是1秒钟要蹬1圈半，整个全程我算过大概要蹬1万圈。那些车都觉得是这么点一小车，然后使劲追，甚至碰到我问我这个车你的电池在哪儿啊。每天蹬1万圈，那可是速度和耐力的双重考验，但是胡健收获的却是健康的身体和工作需要的精力。骑车这几年下来，我现在一年都不会病一次。冬天的时候，有时候大家周围的人全都感冒了，都在那儿打喷嚏、流鼻涕，但就是我没问题。癌症术后，胡健每年都要复查，在医生眼中，这也是个特殊的患者。骑自行车，医生的运动装的打扮，我们都会大家互相，有些人认识他我们就会打招呼，有些新来的大夫我们就会介绍，我们说你们看看这小伙子啊，治得多好，现在10多年了啊，身体非常好啊。随着身体越来越好，他的事业发展也很顺利。目前胡健已经是公司的研发部经理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人拒之门外的求职者了。从刚开始那个认识，然后到现在就是说工作好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从来没有说沟通不畅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部门之间也有过一些那个沟通啊，这种工作往来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好。我觉得可能因为运动的关系吧，这个人可能会更豁达一些。后来胡健骑车的范围越来越大了，周末和骑行爱好者到北京的山里骑车是他最大的享受。尽管他参加这样的活动时间不长，可是在车友里依然显得很特别。大概是10月份跟他骑过一次车，他跟我说黄嫂你记着不要轻易的下车，你一旦轻易下车就说明你已经妥协了，当你妥协了你就再上车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份耐力了。生命可贵，可能一些因素会瞬间就失去生命。骑车本身一个是对车辆的掌控，对自己，同时也对自己时间的掌控，另外还是可以延伸的说对自己这个命运的一种掌控吧。胡健的确掌控了自己的命运，由于经常锻炼，43岁的胡健仍然可以有充足的体力奔跑在足球场，
每年的复查结果都显示他的情况相当稳定。因为从这个身体检查这方面也能反映出来，他这身体其实是在逐渐好转，并没有说因为骑车这件事儿把他给变得不好。往这边歪的时候啊，你身子赶紧往这边晃一下。我已经往那边晃了，但是那个撑不住。撑不住，那再试试，晃得大一点，晃大，然后呢，骑得稍微快一点，其实越慢越容易倒。来，再试试，再往前走。2012年，吴健的女儿7岁。孩子出生那年是他结束治疗的第3年，咨询了医生，经过慎重考虑，他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新阶段。我想就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是问题，生命中需要做的一些事情，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，是应该去经历去体验的。有很多人说胡健挺幸运，生了这么重的病还能重新工作，10年没有复发，然后还做了父亲。但是胡健并不这样认为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运气问题，这个就是大家谁都有可能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你碰到这个可能别人是碰到另外一个。不管是有没有这个病，对工作或者其他问题，我都是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有问题去解决问题，不要去抱怨，不要去等。一路上和胡健擦身而过的人们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与众不同。癌症患者也可以创造事业的辉煌，运动对健康的作用更毋庸置疑，这也没有特殊到哪儿去。但是他的故事还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可是如何践行这种英雄主义呢？我想胡健这种理性接受、积极应对的做法至少是可行的，对生活如此，对健康也是如此。好了，接下来请出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位主人公。情侣百岁相依为命，健康生活平淡是真。骑行抗癌40不惑，奋勇向前积极理性。钢琴调律无关视力，用心感受笑对人生。中华医药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正在播出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。长啊，要把它翻上去。高级钢琴调律师陈燕每次一出手，总能得到客户的称赞。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，但是我感觉他，你看，从他的工具，从他的动作，你看，特娴熟，调的确实好，很精湛，做事情非常到位。尽管拥有一家钢琴调律公司，管理着不少的员工，但陈燕依然愿意亲自上门为客户服务。这可能跟他特殊的经历有关，相信如果没有人提醒，您几乎看不出他是位盲人。就是在工作和他调琴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不觉得他是跟咱们那个有什么两样，那么一点都感觉不出来，咱们都不行，他的眼睛好使都不行。如果我不说的话，我不走路的话，别人是看不出来的。盲人有1/3眼睛是眼底的病，就像我这样，是看不出来的。单看陈燕的眼睛确实不像盲人，所以直到他3个月大的时候，父母才发现他的视力只有0.02，而且不能够矫正。他们带我去了北京市的所有医院看，得到的答复都是可以做手术，但是手术以后也是个盲人，他们又想放弃，因为谁也希望要一个健全的孩子。父母放弃后，陈燕跟随姥姥长大，后来也成家立业，但两个盲人的生活处处充满了不易。衣服什么颜色，这也不方便了，还有衣服上脏了怎么办呀，哪儿脏了洗得干净吗？你比如说买东西，你比如说这个做饭，那个洗衣服，你比如说在那时候租房子搬家，那这数不胜数。
如果我们俩没病倒还好，如果有病去医院的话那就很复杂了，因为一个健全人去医院还比较难，我们就更难，还有输液看不到那个输液瓶什么时候完了，那都是问题。虽然他们现在有了导盲犬，但很多事情依然难以解决，比如说买菜就常常会事与愿违。你要说在前面，对啊，我哪里有那啥玩意儿，我想要的是生菜，可是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呀，我是摸不清楚的。还有黄瓜和丝瓜反正也没差哪儿去，就这种类似的东西要不靠问的话，这个买错的几率会很大。盲人的生活确实有很多不便，不光会弄错，还常常会闹出笑话。我这也不是彻底看不见，还有点光感。他就说哎呦这是什么菜啊，然后多少钱一斤，然后这个菜就动了。他说这不是菜，这是大腿，不卖。我还没明白，让人家说我这穿着迷彩服在柜台上睡觉呢，你们捣什么乱呀、啊、陈燕，我的健康我做主。看陈燕动作的熟练程度就知道她会做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小的时候4岁就开始教我包饺子，7岁就什么都可以做了。我姥姥总说可以不做但是不能不会，等我长大以后她不可能跟我一辈子，然后怕我没饭吃哈、啊。但是她不知道现在这个外边饭那么丰富哈、啊，原来没有。我爸爸最不喜欢去玩呢。陈燕的很多生活技能都是来自于姥姥的苦心培养，包括他现在常常和朋友做的一种游戏，当时也是为了日后的生存而练习的。这个5毛，这个呢1分，这多少？5分，1/2分，1毛，哎呀，行啊。可以说在我13岁之前，我不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个世界。我姥姥从来不跟我提你看什么什么，只是跟我提你听。靠听力区分硬币的面值对陈燕来说还不是最难，姥姥的要求更高。那个硬币会滚动到一个地方，他让我一步到位的捡，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难，因为不让在地上摸。你这摸着捡就不行，必须一次性一下捡起来，就是让他跟健全人没有什么区别上的。陈燕没有辜负姥姥的苦心，从小练就了超群的听力，在盲校时熟练地掌握了多种乐器，17岁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第一届盲人钢琴调律班。而这种乐器的复杂程度即使对于看得见的人来说也不亚于一部天书。这是200多个，然后弦是200多根，然后这个锤是88个，成套全是成套，88 88，到下边是4级杠杆，还有琴键也是88个，包括里边的那些螺丝根本你们也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，就是拿那个工具来探。要能发现问题还要会解决问题，所以熟悉钢琴的结构，制作钢琴的零部件都是对调律师的要求。只要做就会动刀动这个刨子锯，就都会碰到手。对，比如说如果安这个盖儿的话不注意的话，就这个就会穿到手。做琴键的时候，因为在琴键它是规格的，拉的时候也会拉到手。作为明眼人的孩子好多可能都不行，就别说盲人了。学习中的困难并不会因为陈燕轻描淡写的语气而减少，对于盲人来说那是付出汗水甚至泪水的艰辛历程。5年后，22岁的陈燕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位盲人钢琴女调律师，但现实又是如何呢？
就是白给人家调，大家都会担心我们把琴调坏了，所以实习也没人用我们。陈燕心里明白，这就是自己要闯的世界，要想打消别人的疑虑，还得更加用心。去客户家之前，我也不说我是盲人。然后去客户家是靠背地图和问，找到客户家以后敲开门，我一定是跟着他的后边走，因为我不知道钢琴在哪里。如果他看我，就能看出来我看不见，所以就跟着他后边呗。找到钢琴就有我的用武之地。陈燕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，调律的时候总是小心谨慎，偶尔出现状况，姥姥曾经对她的训练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。去调琴的时候有8000多个零件，偶尔掉了一个螺丝，我会轻而易的捡起来，不会在地上摸。凭着过硬的技术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陈燕就拥有了2000多个客户。2004年，她还成立了钢琴调律公司，招募的员工全都是钢琴调律班的学弟学妹，公司运营所得都归调音师个人，他的总经理职位完全是义务的，他依然要经常上门为客户服务。每次工作结束前，陈燕都会为客户弹一曲，检验调音效果。走进陈燕的家，让人不太相信这里住着两位盲人，除了电视机还有好多的灯。很多人都说盲人的家里不用灯，倒是省电哈，平常我也不用，但是朋友来的时候我会都开开，因为我觉得阳光色彩对于盲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可以不用，但是我不能没有哈。看见他拿着相机拍照片的时候，我们吃了一惊。其实陈燕的很多爱好，熟悉他的很多朋友也感到惊奇。我学跆拳道有黄绿带，学游泳有深水证，然后还学了独轮车，目前是中国盲人第一人。最好会拉二胡、古筝、架子鼓，还在残奥会开幕式上，我是管节奏的，打鼓的，我还会钢琴。陈燕会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盲人的喜好，而且他也不是一般水平。比如打架子鼓，他就打到了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。人都说，一个器官没有了，别的器官就会代偿。就像我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不如别人，但是我就想拉，我的嗅觉、触觉，都会比别人强的。还有听力就更比别人强了，这不是也是老天眷顾我了吧？因为用心，陈燕已经把很多人眼中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。画两只耳朵的时候，再画眼睛，那耳朵就忘了在哪儿了，所以先割两个。然后画完两只眼睛，再割两个，这就4点了。画嘴的时候，然后再割一个，这就5点，定一个猫头，再画这个毛。就知道位置了。
现在有一个定位是身子有多宽，就是还有两个定位是腿，还有一个是尾巴，这四个定位来扫毛就不会扫出去了。这就好长了，看像我吗？在陈燕的身上，我们看不到自卑，听不见抱怨，感受不到内心的障碍。相反，她的自信、从容、积极，却总是不经意间感染别人。陈燕的故事对所有人都有参考意义，至少我们会明白，只有真的用心，人生才会精彩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系列特别节目《我的健康我做主》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，下周见。